带了吗？在包里呢。没有啊。哎，我记得我带了呀。我不告诉你出门你带着吗？之前不都一直你带吗？我啥时候说我带了？一直都是你带的呀。没有，你别翻了。那咋办？我回家取去啊。也不是不行。你太折腾了，我下楼买一个去吧。你花那钱干啥呀？那钱该花也花呀，那不能不用啊。楼下有借那个充电宝的，要不你租一个呢？租一个也行啊，那不用充电器啊，我租一个。不是回来？嗯？你给我带个那啥回来？嗯？你知道吗？买大姨妈了？什么大姨妈？奶茶。奶茶？你咋好意思说出口的呢？你啥体格你不知道啊？我啥体格吧呀？你少喝点那玩意儿吧，胖。那昨天立秋，然后第一杯奶茶你也没给我，那我今天想喝咋的？买，去买去去。以后出门你把充电器给我带着啊。你呢？好喝吗？好喝。手机有电了吧？嗯。那我走了。咋的？上网去吗？不跟你说了吗？你把我放这，你自己上网去了。咋的？你咋寻思的啊？我跟你说好了吗？你不得答应了吗？这边俩二十。去吧。啊，回来。咋的了？你看我被控制住了。那咋办？要不你别去上网了呢？你救救我。嗯，不行。咋的呢？你好幼稚啊。哎呀，你救救我。不行，你太耽误我时间了，我得上网去，一会儿到点了。爸，回来。